君父，我想得到一个梦，你可知我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梦？你想要什么样的梦，我就给你什么样的梦。若你选择梦中，就把尘世的姓名送给我做报酬，你看如何？宋将军，别来无恙啊！为什么不杀？我为什么不杀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可惜，是我误会了英雄。英雄也有落魄的时候。也总有落魄的时候，不管你怎么做，谁看败在起的大将，可能是天经地义的绝句话，也不能战斗。沈安，你没有死。我与沈安大战三日，他必数是我的生意。他如此恨我，要是知道是我救了他，只怕反而会害死他。但是如姑娘不嫌弃，沈安想娶姑娘为妻。姑娘，万一我有事先离开这儿，还烦请你照顾好我大哥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医好他，他不会亏待你的。天使者前往江湖，向江湖中传讯，意欲促成宋宁和沈安的婚事，也两国的情谊。我知道今夜坐在这戏旁边的本该是谁，难道你之前没有打听过我已经有未婚妻了吗？可是你说你要娶我，我终究也是为人臣子，他们以妻妻的性命相逼，我焉有不从之理？不过我不指望从你那里得到什么，我也请你不要对我提什么要求。我没想在你这儿要求什么，我只是……那便好。你也在这儿啊！看来沈安真的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我很可怕吗？你为什么那么怕我？这不是我的玉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继续，没事吧？你就是有妻妻。
这是七七的玉佩，你拿着做什么？怎么会是七七的？你没有看到我给你写的信吗？你忘记那是我给你的信物吗？你忘记我们在苍鹭岩雪山？还好意思说苍鹭岩？苍鹭岩的雪山里若不是七七救的，深爱只怕现在不过是战场上一缕幽魂，那还有幸娶你这靖国公主吗？怎么会是他救你？他救你的明明是我！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是那个拿离火来害我的人。救我的女子有七皇之术，你懂吗？救我的女子医术高明，而且不会说话，那是七七。你不要以为七七不会说话，我就会听你信口雌黄。我明日就要出征了，万一我战死沙场，你可以改嫁。沈岸，你放心，如果你死，我一定会改嫁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你活着。宋庆，这可是你们宋家的传家宝。若是神器，那也得护得了人的性命才行。若是护不得人的性命，他便什么都不是。我把它借给你，不是让你欠我人情的意思，而是你我如今还存着这个名分。你若死在战场上，那你们沈家这一大家子就得我来养着，谁的担子还得谁来背，不是？不久后，刘七七怀孕，沈岸奔赴战场，宋瑶要刘七七去当学生，宋瑶不懂事，刘七七不敢做教，为了他，刘七七不懂事，没保住，丢掉了。你怎可以这样？就算你再有目的，再怨恨刘七七，你怎么可以对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动手？没有错的，我宋宁就是如此心机深沉歹毒之人，就是我逼得柳七七去爬的山，就是我故意弄死你们的孩子，你满意了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见不得你们好，我见不得你们琴瑟和鸣，其乐融融，我见不得。就是你想要。成全你，你要的全部都给你，我们从此两清。知道两清是什么？
为什么还有？你怎么就不死在战场上？